们今天的课程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啊，很重要一个要点，讨论的要点是在创新上啊。那么不同层次的创新，那也就是说我们在三维空间我们想创新啊，其实意义并不大。我们以三维物质世界的目标作为我们的创新的目标的话，意义不大。但是我们的内在的不断提升，可以以三维的呈现作为一个验证。大家注意啊，可以以三维的呈现作为一个验证，但是我们不会执着在这个结果上，啊，我们人经常往往创造了一个事业，最后自己变成这个事业的奴隶，啊，我们被这个结果的相给困住了，啊，所以只要我们知道，我们现实中一切创造的结果都是过程，都是在验证本自具足，啊，都是在验证本自具足，而不是为了只是获得这个结果而已。所以我们在用吸引力法则，在用秘密这样的概念来武装我们自己，在调动我们内在能量的时候，啊，我们跟西方人、现代人很多人想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他们只注重这个结果是否能够获得，是否能够把这个结果去放大。我们不是，我们纵向提升维度，所有的啊不同维度呈现的结果，是对我们内在本自具足的验证。所以我们不会停留在任何一个结果上。那么高维下载与创新才是真正的创新，也就是我们啊，像刚才我们做的这种 meditation， 做的这种导引式的这种跟内在的关联，实际给了我们很大的空间机会和我们内在关联。当我们和内在关联的时候，我们会捕捉到我们内在的灵感，我们也会从内在去创造未来实相，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要经过训练的，啊，像这个基督教跟巴哈伊教，他们的祷告的过程实际就是一个高维创新过程。啊，就是一个高维创造过程，因为他们要观想啊，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他们要观想他们祷告的这个事件的发生啊，这个祈祷这个事件的发生，这个事件发生的场景，然后达成这个场景所需要的条件的具备，一一具备，然后自己现在这个状态和那个结果之间这个通道的畅通，当他们把这一系列想到时候，然后起来以后就坚定的向这个方向去做啊。那个事件一定会呈现，啊，那所以说我们在现实中，我们也经常遇到，我们要做规划，要做计划，啊，其实我们的规划和计划实际就是一个创新过程，就是一个创造过程，是我们内在创造过程。我自己在做企业的时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经验，我非常注重我在啊做规划和做计划这个阶段，啊，那个阶段我会让我自己全然的静下来。啊，我去观想这个计划的呈现，结果出现的情况是，往往我这个计划做完了以后，我扔出去以后，我就再也不管了。啊，我让执行团队他们做的时候，我自己并不是专注在这个上面。可是后来我等这件事情过来以后，我回过头去发现，我当时想的这些时间点基本都一一达成了，我并没有直接卡着一个点一个点的去完成。啊，实际就是说，我们知道内在的设计，我们内在的能量设计其实非常重要。当我们在那个状态之下，我们把我们的意识把它凝聚在一个规划和计划之上，实际我们完成的是个内在造像的过程，啊，所以实际啊，企业的内在的这个真正的创新啊，源于我们从一开始做计划的这个环节。那么终极指令下引领的人生分阶段目标的设定与达成，这就指的是禅创。禅我们说的是离一切相，是我们生命的终极目标，也就是 N 为 N 趋于无穷大。那在这个目标之下，如果我们只会想到这个目标，没有想到这个目标跟当下的关联的话，那我们不知道在现实中我们怎么行啊。所以呢，我们要把它找到达成那个目标中间各个阶段的分阶段目标啊。这些分阶段的每一个分阶段目标其实都是创造啊。这个目标和达成的本身就是创造啊，那个目标本身发生的那一点，其实我们意识的一个创生了这个指令，那创生这个指令，向这个指令去努力完成的这个过程，实际就一个创造的过程。所以禅创的本身啊，实际是以禅为引领啊，以创为验证的啊。但我们很多人注重的是创啊，大家注重的是这个结果啊。当你注重这个结果，注重创的时候呢，你没有那个禅在引领的时候，往往你走到一定的阶段，你有无力感，或者你不知道迷失，你会迷失方向啊。所以如果你啊锚定你的那个 N 为 N 趋于无穷大，你持续提升内在，持续提升的一个终极目标的时候，那你在眼前遇到的所有的事情你都必须得超越，而且你会
不断的给自己提出一个新的生命的里程碑啊。那么我们在这儿呢，把它再重新强化一下，在新的时空条件下，我们的企业发展啊，很多企业啊，在不同层次的企业，我们会发现一个现象哈，在我当时做这个企业去美国，我们开始做这个光通讯行业的时候，那个时候高科技迅猛发展，那个时候引领的是技术啊，这个谁的技术好，那个谁就有可能啊获得这个市场份额，而迅速的发展，当时我们是争分夺秒啊，你的产品啊越早推出啊，你的对把握这个我们叫这个 marketing window 就是市场窗口啊，把握这个机遇。啊，当然在物质制造的环境之中，我们从研发到中试到批量生产啊，到这个迅速占有市场。那个时候呢，我们啊跟传统的产业之间最大的差异是，这个研发阶段的时候就已经接到订单了。啊，那个时候是一个递进过程。那么实际这件事情在我们国内的这个当那个产业化转入中国的时候啊，也逐步经历了这样的过程。那么可是走到一定阶段，就是前多少年的时候，我们发现制造业啊面临巨大的挑战，啊，就制造业我们那个过剩的制造能力和迅速技术的更新发展，使我们很多产品在我们做出来的时候，其实它的市场啊跟我们最初评估的市场已经不一样了，啊，往往做技术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认为自己做的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而且呢觉得啊它一定会有很好的市场，他会想象这样的市场空间，但实际这个世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当你想到的时候，其实别人也想到了啊，这时候你做了市场份额市场占有率，也许你想我可以占有 30%， 结果等你这个产品真正进入市场，你会发现有上百家已经做出东西来了啊，你的市场份额迅速啊降到百分之几啊，即使你拿到百分之几也可以啊，这就是我们在做规划整个制造业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发展面临的挑战。